我这两天我感觉咱这个运势啥都挺好的，挺不错的，我相信咱们会，哎呀哎呀哎呀，那刘聪都快把陈律吃了。这多不好啊，朋友们，一个一万，一个十万分，一个五万分，都快把它含在嘴里面了，太不克制了。他俩直播，这他俩哪是在直播，这不就是前戏吗？朋友们，这直播的根本就不是在好好直播，根本就是在做前戏。天哪，这太恐怖了。还有二十秒，朋友们，还有二十秒。你这什么东西呀、啊、还有十秒，朋友们，还有十秒，咱们瞎送小心心，瞎送礼物。我等会儿给你们分析一下，给你们分析一下我为什么没有粉儿，我给你们分析一下。